对，我是一个女团成员啊！我上次这么自我介绍的时候，前排两个妹子就疯了，你知道吗？两个妹子就，我认识他，我认识他，就是那个偶像练习生。你们想到女团，可能想到的是特别可爱的萌妹子，对吧？就是哇，天天在那边什么什么，其实不是这样的，给你爆点内幕。但是这样的，上次我们有一次演出嘛，公演，然后一首歌刚结束的时候，一个妹子就匆匆跑回更衣室。我说你干嘛呢？你下首歌马上就要上了，你干嘛呢？他说你不知道，我刚打底裤没穿，我这特别爽，下次你也试试。